可是球是不是打外外角就是偏爆？我们全民壮健第一，掌声鼓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哥，来九九练习法啊。哦，开球爆发力很猛哎！好，这个八号球，做这个灌球啊、哦，想办法看能不能吃完了啊、哦。推杆力道，力道的拿捏了。这个球来看的话。这球真的要碰运气了，带开。碰运气了啊、哦、平常讲这个球碰运气了啊、哦、但是结果不错啊、哦、麦当劳母球最主要我讲碰运气是怕母球第一个可能洗澡，第二个可能这个做不到四号球。非常柔，打薄了一点点啊、哦，所以母球多走了。中带可以打，底带也可以打。底带万一不准，虽然小洞，还是有插板得分的机会啊、哦。简单高杆啊、哦，本来想要低杆两颗星，想说高杆比较简单，低杆送出去，好，这组球来讲的话，就是一桌二座的灌球的角度还蛮刚好，因为那个球不能做整颗，要点角度，分离角来带开这个八九的集团球。那第一个灌的算蛮准，第二个麦当劳效果它有弹出来。那平常讲这个带开做到的话是运气啦啊，硬要挑毛病的话，四号球打稍微薄一点点，五号球稍微难打一点点。好，以上提供参考，哪一个是必杀球呢？应该是二号。好，保重平安。我是豆豆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